一手大学主力后卫白耀城最近获得中华队青睐，将随队前往日本冲绳参加世界杯亚洲区资格赛，确定将会缺席八强赛事。不过一手仍相当有信心，总教练谢玉娟期盼全队都要连着小白的份一起努力。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穿上中华队的球衣，在我的立场，我绝对是一定会支持跟鼓励他们去放眼看这个大舞台的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我也很感谢校方的支持。其实他是带着我们满满的爱，全队的希望去到中华队的。那对我们来说，我们也期待我们能激发更多的球员。我不想去说哪一个，我希望是全队都有这样的一个动力跟一个正面的影响。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拼进四强，然后让这个球队还有更多的空间，然后等小白一起回家来打球。小娟姐虽然没有特别指名，但身为头号得分箭头的邱子轩势必得要扛起更多责任。他认为只要团队放手一搏，绝对有力拼晋级四强的机会。我们现在就是帮白哥，就是不管白哥在不在啊，就是我们会把他分一起，就是尽量的打进四强这样。假如球队需要我的时候，我会尽量的跳出来帮助这个球队这样子。然后我希望我的队友可以就是不要把白哥不在的压力放在身上，就是放开来，尽量的去抢胜利，然后晋级四强，对吧？就是放开来打就对了。除了邱子轩之外，包括硕一前锋陈品权以及大三后卫刘晨彦，都渴望有更多表现空间，填补头号后场大将不在的战力空缺。身为八强赛劲旅当中唯一一支南部代表，一筹大学斗志满满，蓄势待发，要有好的表现。YTV 台采访报道。